为何不可？为了你的身体，我什么都顾不得了。我知道，你将赵统领视作至亲一般，可我亦是你的夫君。你真的觉得我如小人般如此阴险狡诈吗？可那天的事，你又如何解释？那天赵统领，你贼，杀我手下，今天就让你偿命！赵统领。 看他的反应，此事定有蹊跷。婉儿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定会查清真相，给你个交代。 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城主高见，仵作在验尸的时候，发现赵统领果然身中无尘毒。结合赵统领说的，属下推测，是赵统领要抓捕王振，王振狗急跳墙，要用毒杀他们。没想到赵统领武功高深，逃走了，毒性发作时把城主当成了王振。继续追捕，这次定要将他捉拿归案。是。 之前不该怀疑你，是婉儿错了。
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你别盯着我看，我最近很憔悴，连头发都没有梳。我来帮你。 有一句诗，叫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说的就是你吧？那是用来形容文章写得好。那我换一句：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。”那你可知下一句？ 今天漂亮吗？您是我见过最美的夫人。 去，把这信送到温泉别院去。是。此话当真？容老夫为夫人再请一脉。万万不会错的，就是喜脉。恭喜夫人。谢谢大夫。 我给您送信，刚好我今晚过去，可以当面告诉他这件事。 都抓紧点！城主和霓月姑娘的大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千万不要耽误了吉时。慢点。谁的大婚？什么吉时？夫人，这天凉夜寒的，我送您回去。夫人，夫人，原来你是唤我过来，分享你的喜悦。 既然你已知晓，何必再自取其辱呢？凌霄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做什么事情，需要向你解释吗？那你把我当成什么？一个挑梁小丑，还是你的掌中之物？ 一边欺骗我的感情，让我全心全意的相信你，爱上你，畅想着托付终身；一边另娶他人，肆意践踏我的尊严，还把我耍得团团转。我对你只有那么一丁点的新鲜感而已。
正认真就没意思了。所以你承认了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谎言，连招数的事也是谎言中的一环。他想要杀我，我自然要送他一程，也只有你会轻信这种小把戏。你骗我动了真心，杀我亲近之人，又处心积虑地隐瞒我。林晓，我到今日才看清你的真面目，你就是个衣冠禽兽、人渣败类。一场虚情假意的爱情游戏而已，你何必当真？林晓，我要杀了你！林哥哥，林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婉。苏婉儿，我本想与你姐妹相称，和睦相处，但你却心有怨气，不能尊重祝福，反而伤害了林哥哥。让我二女侍一夫，简直做梦！苏婉儿，你别不知廉耻！韩风，既然你没有容人之度，那么以后，你越为妻，你为妾。不归途，不回顾，耗尽。